我们今天要来跟会员一起来挑战无尽模式的极具大冒险啊。来吧，来开打一下。来吧，开打。无尽模式。我叫魔杀，第一次打。我也是第一次打哎，你们行不行啊？我完全新手，求带。球袋吗？不是啊，我昨天不是就讲你们高手再进来要带我吗？怎么大家都要球袋啊？高手两个。你说你们的成绩是怎么样啊？就是打到第几层啊？第几关？之前跟电脑打到15，感觉不错啊。然后最后就是他们都一直放辅助就死掉了。体育长司令感觉可以来一个蒸汽，先蒸汽弹。我觉得现在无尽模式应该就是要拼存活率了吧，对吧？过一轮会加一颗星，所以可以容错一次。哦，可以容错一次，就是如果真的血量太惨，然后就送掉一股就好了。哦，吹一个火是效果最好。哎呀！哎呀，刚好没了，没了一个。哦，别讲。哦，这个啦，官方前一阵子在那个10月13日的时候有更新一下，就是10月份的世界最高纪录，在无尽模式之下，最高纪录是达到地下32层的127胜。对，目前最好的纪录是这个，所以说其实100胜不太容易。可能运气也要不错啊，所以说比较好的队伍配置是怎么样配啊？也要看网的，也要看网。你哪知道网是谁？要看路线，就是看网的属性去猜的，还有要用猜的，对不对？加油啊，各位！应该不会第一场就翻车。今天可以130，可以吗？应该可以吧？你狂一点就说要破官方的那个记录吗？官方最佳记录127。他打我可能会直接死。撑着点啦、啊！哎呀，哎呀，撑、哎、着点、哎，可以撑血。碎呀！哦，我撑血哦。可以啦，漂亮。啊？为什么要过热？干嘛过热？不知道，我那个那反射兵不用不了了。哦，没招了。好了，可以了，可以了。哎、欸，回来了，可以了，过了。来了，岩石系，岩石。结果应该还 OK 哦。不要是基格尔德就好。基格尔德太衰了吧？哪一个？基格尔德太对啊，基格尔德太衰了吧？如果是。哎、欸、呦、哦、是你的无意的严家属意的还可以还可以精神力我可以这样误防、哦、然后误攻招打下去很痛超级鲶鱼王这不行你怎么打这样一点点来了等一下我也在抓痒到下雨我趁这个时候偷回一个血了，吸取拳，极致超能，完蛋啦！哦，68，没有中毒都还好。今天我们跟会员一起来打，没有在降，极具大冒险的无限，不是无限、啊，最后一集，快了，无尽列车模式。谢谢史瑞克订阅我们，下一轮，欢迎来参与我们直播活动。可以没有死，打这神兽没有死，有死一次，就是前面有点小意外、啊。等一下是龙和那个，我、哦、这个要顾东又顾西，太复杂了。让我来秀啦，让我来秀啦，我一个积聚拳斗了。打格斗打好像是4倍，4倍升。嗯哼。carry 起来没有错，可以哦。水蜡，
有啦，感觉有 feel， 有 feel， 感觉可以了，这把。好了，再一点，再一下就好了。啊哦，撑住啊！别打住！哦不！哎呀，翻了！有点可惜。每一回合都会死一个，轮流死。靠，那不就只能打到第四层？没有，因为每场打完会回复一個哦，回复是不是？对，哦、所以只死一次是都还好。哦，是这样哦。所以说，其实比较硬的，就是真的就是看王是哪一只啦。应该对，就是我以为他是累积的，就是一次容错，对。但也有人挑战是无死，然后一直过下去。啊、那这只给你啦。那真的很可怕。我觉得我们应该是要先预防那些比较难打的王，就先把该凑齐的那些队友，就先那些宝可梦的人选先选起来，就是怕说待会有个盖欧卡、啊、有个基格尔德那种比较难打，是不是就先预选起来？对啊。对，好也对。因为其实。如果比较弱的那种王，属性没有到很优，好像还是可以过得去。可是有一些很强的王，很强的王，他属性克制也不见得过得去。来你要空，这只是一定下去，最强，烂了，超猛 ，Mewtwo Strike Back 了。我这边有个颠倒，要不要用啊？颠倒是什么用处？好像没什么用，没什么用。我只剩浊流。对战招，对战娱乐招。对，啊，招式之外。哎呦，一点点，八分之一吧，只能够拼拼看运气了，不然都碰到了怎么办？我们还有几次的额度可以死，还可以再掉两次。呵呵，黄姐，寒冰来了，阿布，撑着点，阿布，还有，不错，哎呀，漂亮，打伤，加油啊，加油啊，水了，可以，我真厉害。有一个尾刀仔，哇！我们好像蛮顺的哎、欸，靠！看一下，火会是哪只吗？还是它会有重复的吗？就是出过的还会再出吗？应该不会吧？应该不会，不会。